所以接下来练习一下英文好了。OK, next song, next song, we talk about around the world. So if you see the pause, everybody please say Taiwan, OK? OK. 这样听得懂吗？听不懂哈。OK, 来。OK, 来 try it again. 若是你不知道，我来准到一个。台湾。不行，英文不太好。他们听不懂。好了，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？好 ，try again, try it again。来，那是你不知道，我来住到一个台湾。想细声。我是来到别的国家的。你讲你国家就无信心啊？我们那个时差还没有调回来的，我们现在还在蒙特楼，蒙特利尔，还在蒙特利尔。好，怎么大家我们不是很喜欢台湾的感觉？再一次好不好？我们最后一次，这次如果那个声音还是很小的话，我们就不要唱这首歌了，免得丢脸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是你。错，世界的放声来。
好，爱台湾各部。